各位好，我是乔正夫。我刚刚出了这本最新的《舞蹈狂之师》卷九《铁血之阵》。咁今集咧就会讲到嗰场大战结束啦，同埋应该好多读者都好期待嘅武当派，同埋武当掌门姚连州咧又会再次出场，同埋会讲佢嘅过去身世。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